这是什么？这个是今天早上寄到的，每一个艺人的作品都会有一份寄到公司。妈妈，妈妈，我的天哪，这不是那天那家？哇，这么快就刊登了？这到底怎么回事？拿下了这个合作，股东们就不会为难几年了。乔乔，你为什么非要揭露我内心的伤疤？几年？为什么要接？你已经看到了，那是我。我问你，你为什么要接？你明知道我最讨厌和牛奶相关的东西，这也是我之前拒绝的代言，你为什么还要接？我只是听说这件事对领域的股市影响很大，股东们都对你有意见。我知道会让你这么生气，我只是想帮你。是我对不起你，我的错。今年，我没事先告诉你是我的错。那我能问问你，你为什么这么排斥牛奶吗？